它是人体骨架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位于我们的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的。出现偏移会引发全身疾病，骨盆不正该怎么判断？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首先呢，掌声欢迎我们场上的观众和嘉宾团的四位成员。据说四位好像这个地方都经常会不舒服，是不是？ 我觉得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怎么回事？说说。我一逛街，我就会就是胯骨特别疼，然后带着右腿疼。那是你们逛时间太长。不是，我是有经验的，是最近越来越疼，以至于到后来的话就没有办法逛了。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得来。坐一会儿就觉得这个屁股，加上这个腿，我是左边。左边疼，那也是在这个胯骨的位置，对，胯骨这个位置，然后屁股这个位置，然后腿，从坐到站要适应一下，从站到坐也要适应一下。首先我不逛街，但是我是做农业节目的嘛，就是有时候在田间地头一待就是半天，然后或者说一蹲也是蹲半天，做这种采访，每次就是要站起来站不起来，要蹲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屁股这已经是实在没有一个下去的力气了，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又来了。我的问题，那我也不逛街，但是运动，就健身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胯骨会疼，然后我觉得里面就像有那个小石头一样，会咯吱咯吱的响。我就特别恐慌。其实要说到胯骨这个地方，咱都知道是挺关键、挺重要的，对吧？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连接的这个环节就靠胯骨了。对，那刚刚几位呢也都提到了生活当中呢存在着胯骨疼的情况，而且呢还时不常的会发生，甚至是影响生活。但是你们都想象不到，如果要是胯骨疼严重的话，会到什么样不敢想象的程度。来，我们通过短片去认识他。自打生完二胎，张女士就开始时不时的出现胯骨疼的问题。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每日里要照顾孩子、收拾家务，张女士觉得自己就是累着了。我儿子小时候是他比较胖乎的，就是我抱的时候非常吃力，总是让他坐在我这里，就是胯单着那一块抱的比较多一些。疼得厉害时，热敷一下，躺下休息休息就能得到缓解，所以张女士就没把胯骨疼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十几年过去了，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她事无巨细的照顾，家务活也变得越来越轻松。但是这几年，张女士胯骨疼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反倒是增加了不少新的问题。基本上这个腿就是站也站不了两分钟，站起来以后，这里到下边就是没有力量的感觉，就是发软。就像我们的楼梯，我上一个台阶，我上着很困难，就是双腿都使不上力气那种感觉。我当时心里的感觉就是双下肢瘫痪的感觉，站不住，走路双腿无力，自己难道是得了什么大病了？心中的恐惧感促使张女士开始积极求医。医生通过检查告诉张女士，膝关节没有问题，建议她去做一个骨盆的检查。骨盆检查结果显示，张女士的骨盆出现了错位的问题，她胯骨疼和膝盖发软的问题也都是因为骨盆不正导致的。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张女士呢，有各种各样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都出现了，甚至行走困难。医院给出的诊断结论是骨盆不正。
骨盆怎么能不正呢？那这人就是歪的，就不敢想象，对，想象不了，只知道什么颈椎压迫的，比如说胳膊麻，腰可能是腿麻，骨盆和腿能有关系还不知道。所以今天呢，大家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您的骨盆了。刚刚各位也提到了，经常会出现髋关节疼，走路啊，上楼梯啊，坐着呀，很有可能都已经受到影响了。那这和骨盆不正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田江波副主任医师，掌声欢迎田主任。大家好。您好，田主任，欢迎您。田主任，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哈，大家好像对于自己的骨盆关注实在是太少了，大概是知道骨盆在这个位置。嗯，首先您来明确这个概念，我们说的没错吧？骨盆是在这儿，对吗？没错，没错。来，我们拿上道具，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下骨盆这个重要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模型，一目了然了，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地方的结构就叫骨盆。对，对。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跟我们普通成人比例几乎相等的一个人体的骨骼模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呢，是吧？我们的头颅、颈椎、这个胸椎、腰椎，下边呢是我们的双腿。那么位于我们的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的这个像盆儿一样的，哎，盆儿一样的这形状的这个组织就叫骨盆。嗯，我们的骨盆三块骨头，三大块。嗯，两侧的这叫髋骨。嗯，后边的骶骨和尾骨。那不正是意味着什么呢？不正，你看骨盆的不正呢，它有几个方向的。第一个不正就是前后方向的，骨盆呢可以这样向前，就是我们摸到的这个地方硬硬的，是的，就是对应的它，对应的它。对，假如说这两个骨头高于，就是往前了，它俩尖在前，它在后。你看从侧面看就是这大概有点这个意思，我当然做的比较夸张啊，是这个旋转了，往前倾，骨盆前倾向前旋转。假如说呢，这两个点在这个耻骨前联合的后侧，它就是向后了。我再做的夸张一点，大概就这个意思，是吗？对，这个姿势叫什么？叫后倾。还有呢，单侧的。嗯，比如说我右侧骨盆向前旋转，向后旋转，那会发生什么样姿态上的改变？长短腿。哦，长短腿。对。哦，一个腿长，一个腿短。那后面呢？这个部分呢，会发生什么改变呢？这个地方会痛啊，一个地方一个骨头尖会高，一个骨尖会低。这都是属于骨盆不正的一个反应。骨盆不正都是骨盆不正。好，但刚刚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哈，张女士呢是一开始出现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胯骨疼，最后连行走都成问题了，上楼梯都上不了了。对，骨盆怎么会影响到这么一系列的动作都没有办法做了呢？对，因为啊，大家来看，骨盆是属于连接我们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一个枢纽位置，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对上半身来讲呢，我们整个骨盆呢是我们人体脊柱的一个根基，像一个底座一样。那么它向上呢会影响到腰、胸、颈，向下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两条腿是吊在骨盆上的，是长在骨盆上的，挂着的，挂着的。看到没？当我们骨盆不正的时候，向下它会影响到髋关节、膝关节和甚至踝关节。为什么呢？骨盆正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不管是正走还是倒走，都是在一个正常的模式上。一旦骨盆偏歪，我们每走一步路都是在一个错误的模式下进行，这些关节呢就会加倍的磨损，就会影响到整个这一系列的关节。这叫错误的运动模式。
是这样的。刚才其实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张女士似乎浑身都不太好，是她上面这一段也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讲从踝从膝从髋到盆到腰椎，它是整个一个运动链条。当我们骨盆偏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夸张模拟的啊，因为我们人体行走啊，本身体内有一个内平衡系统，而我们的视觉是我们内平衡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参与因素。矫正，对，我骨盆歪了是吧？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然后我就这样走。但是呢，我上边的呢，我眼睛头颅要放正，因为这是我保持身体平衡的一个基本的要素。然后就成了这样。哇，这姿势太牛了，这个太夸张了，这个。所以说，从骨盆到腰椎到我们的颈椎，你可以想象这样。拧巴成什么样子？ S 型的歪了啊！对啊，全是扭曲的，拧巴在一起。所以那您的意思，脖子的问题、胸的问题、腰的问题，罪魁祸首也是在骨盆不正啊？不能绝对的这么说。你看现在我们治疗脊柱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骨盆。如果骨盆是正的，我们的颈啊、胸啊、腰啊不舒服，那么就治局部。如果在颈胸腰有症状的时候合并有骨盆不正，一定会先把骨盆给它端正起来。为什么呢？根基底座，底座不正，你光治上边，即便是可能暂时的缓解，治疗过之后很快就会复发。所以还是得治病先求本。对，治病来治本，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对整个脊柱来说，骨盆就是本。所以到底四位现在出现的胯骨疼跟骨盆不正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呢？我们通过自测来告诉大家，进入到自测环节。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自测的方式，非常的简单。谁先来？谁先来？丽丽。好，我们做的第一个测试呢是四字形搭腿。我们先把左脚放在左膝盖正哎对外踝尖正对准我们左膝髌骨上缘这个位置，脚尖朝向正前方。好，好，66，在这个位置是66。哎，好，我要移动了。好，就在66的这个数值吧。好，好，来测试另外一条腿。好，放松。看这个，放松，玉丽放松。我们开始测这边多少？好，66。66，这边也是66。好，66。来，杨斌。好的，您稳定稳定一下哈。好。62。好。62。另外一边。哇，我觉得这个在跑做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给你监看着，要不然自己是无法判断的哈。64，好，我要移动箭头喽，在这个位置。好，64，可以了哈，辛苦辛苦。李宁开始接手测试。好，这是72。哇，这么高，哇。来。测试另外一条腿，李宁，测到的数值是再低一点点，好，73，73，73，好了，到这里啊，73，来最后一位王毅，我已经轻车熟路了，然后先是这条腿，好。那正好就是这个位置。那我们移到这个位置。好，好，74。我好紧张。好，74。来看另外一条腿，王毅。哇，刚才另外一条腿会是多少呢？好，好，哇，好，我要移动了。好，在这个位置。哇，好吓人的样子。这个数值是多少？70。7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公布四位嘉宾的测试结果。李宁1厘米，玉迪0厘米，杨斌2厘米，王毅4厘米。有差那么多吗？
来，田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值呢，就代表我们骨盆两侧你的这个对称的这个程度，如果差距是零的话，就说明我们的骨盆在左右这个方向上您基本是对称的。一的话呢，就是可能稍微差一些，如果像杨斌的2厘米的话，刚好在这个临界线，说明已经够得上这个骨盆在左右方向上的不正了。哇，不是吧，歪了。王毅的话，这个就非常典型了。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处在一个什么样数值的？我们的标准差别如果是大于等于2厘米就可以判定。代表什么？骨盆在左右两侧的不对称，也就是骨盆不正，偏歪了。那是数值越大，说明他们的骨盆越严重，越严重。不过您也不要太担心，这只是个初步的判断。我们的双侧呢，这个四字形抬腿实验，骨盆不正呢是中间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你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如果疼，它也会影响。对呀、啊。对啊，对，是这样的，对对对，啊，它不是一个就是说特异性的一个数值，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测试，综合在一起进行判断。好，那为了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您是不是也有骨盆不正的风险，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个测试。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各位呢先在这个磨盘里踩一下，踩完之后呢，然后正常按照你们平常走路的姿态在这个纸上走一遍就可以了。我们一个一个来，先来看李宁的测试。好，走吧。好，接下来看看王毅的测试。好，下一位杨斌。好，来最后一位玉迪，踩一下。好白的鞋。好，走。这一轮四位嘉宾的测试结果如何呢？已经出来了，测试结果是好，来，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来分析。咱们先来看看李宁的情况。好，前倾怎么看出来的呢？李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脚印呢，在脚后跟这个部位着色比较重，墨汁比较多。每一步都是。这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呢，他这个步伐步子比较沉重。第二，就是说脚后跟负重比较大。脚后跟用力，那应该是往后倒呀，怎么是前倾呢？我们骨盆是前倾的，我们上身就要往后一点，是我们要保持这个平衡状态，保持平衡。对，我平时走路就是咚咚咚咚，我以为我因为我比较肉大深沉，我没想到是骨盆的问题。那你有发现自己那个鞋后跟磨得比较厉害吗？会，比如要穿小皮，夏天穿那种小皮鞋的时候，慢慢它那个边儿就散了，就整个是原来那个不光是根儿着地，是旁边那个鞋跟都磨坏了，鞋帮会往下。哇，所以从步态上就能够看出来我们骨盆是不是有不正的可能性哈。是的。再来看一看王毅的情况，王毅是左侧后旋，在我们正常人啊，在正常的这个走步伐的过程中，两只脚是有一定的外旋的这个角度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哎，对对，外八字，稍微向外一点，外八字啊。但是可以看到王毅的呢，右脚的角度还是可以的，整个左脚有点内扣，外旋的角度不够。就是左边的左侧的这个意思，左侧的右脚这个，所以身体就要故意再往前倾，才能保持你身体的平衡。我哪有这么走路还能走吗？没法看了都。王毅，你一定不要担心，这个我需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骨盆呢是非常结实的。我们所说的骨盆不正，是非常微小的这种错位。
如果像四肢关节那种错位，你根本连路都走不了了，就没法正常的走路。那我刚刚也是给你特别夸张放大的演绎，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变化是什么样的。好，再来看杨斌，右侧前旋。哇，杨斌呢，其实左右脚外旋的角度都没有打开。仔细看的话，还是右侧问题稍微大一些。怎么看出来的呢？右侧的角度比左侧稍微大一些，这是一个指标。刚才咱们测那个双侧膝关节上下那个差距，两者结合到一起，就判定，基本可以判定它是右侧向前旋转。好，那也就只有玉笛的这个步态代表的是一个正常的步态，说明它骨盆没有太大的问题。对，玉笛的步态还是可以的，稳健有力。外展角度也达到了，可以，很好。其实刚刚这两轮测试呢，我们自己在家完全都可以去进行。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场上四位嘉宾的测试情况。通过两轮的测试，四位究竟谁有骨盆不正的可能呢？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究竟谁有骨盆不正的可能呢？嘿，只有玉笛没有亮灯，其他的三位全亮起了警示灯。所以我们要提示的是，杨斌、李宁、王毅，三位目前都有骨盆不正的可能性。我都没觉得我是那个习惯，但是怎么会测出来是我？对呀，这骨盆都会。但是我的症状挺明显的。对，所以今天这个测试也许对于王毅和杨斌更有意义，因为以前两位都没有关注过，甚至是不了解骨盆不正。但是通过这样的测试，今天就要给你们提醒了，以后要关注骨盆的问题和健康了。那如果要是通过测试确实是发现有一些风险性了，我们得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个是治疗，一个是平时的锻炼。治疗我记得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哈，有一套非常专业的方法，三部曲是吗？对，我们的松筋、正骨、束骨三步法。我记得昨天在谈到这个腰椎的时候，说松筋的方法和手段非常的多，甚至还有熏蒸的那个办法，然后有一个小药袋。对，是的。这个药袋是秘方吗？是这样，在解放前呢，确实是秘方。是我们平乐郭氏正骨的祖传秘方。但是在解放后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任院长高云峰院长，就把他我们平乐正骨的秘方捐献出来，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受益。对，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也不是什么秘方了。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吗？没问题。来，咱们看一看松筋的秘方是。哇，好多的药啊！对，一共十味中药。这十味中药呢，大家可以看到：透骨草、生筋草、阴阳藿、五加皮、千年剑、三棱、鹅珠、艾叶、花椒、红花。这几味中药呢，简单的说，它共同起到一个祛风除湿、活血止痛、通经活络、补益肝肾这样一个效果。那有没有更为简便适合在家来做的松筋的方式？我们专门为大家呢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中药包，可以在家里呢进行热敷热疗这样一个治疗。那太好了。自己在家怎么做呢？我们取中间的四味主药，生筋草30克，红花30克，当归10克，威灵仙20克。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辅料，大青盐1000克。它的主要作用呢，它因为它有一定的热容量，所以呢我们把它和这四味中药混合在一起之后，放在微波炉里加热，这个就能起到一个热量保存的比较持久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现场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嘉宾来感受一下？可以，可以。那这个福利让给李宁可以吗？因为他现在有明显的一些症状和感觉了哈。来，李宁到台前来啊。提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热敷包给你加热了。感受一下。热乎乎的。好，根据我们前面做的两个测试呢，初步得出的结果，李宁是骨盆的前倾错位，对吧？
这个我还要需要您趴在这个检查床上，这样趴下。哎，对，就趴下就行。然后骨盆的前倾错位呢，它的最主要的症状，第一不能久坐，第二不能久站。嗯、你比如说，像女孩子的话啊，然后这个经常会去逛街，对吧？如果你骨盆前去逛街，就看见个凳子都想坐一坐，看见个扶手都想靠一靠。嗯，就是他个腰啊，他就是不能用上力。那我们给他看一看。哎，对，好，我就这样。对，好，这个你看，这是骨盆两侧最高点。轻，这个是啊、哦，好，我轻一点，我轻一点。李宁的反应放上就是放上就疼，真刺的。啊，你是真的吗？是，对，这是，这是，这，你看他整个人都不行了。我天哪！我现在你看按到的是你的双侧的髂后上棘。对对。再往稍微内侧一点呢，就是我们骶髂关节的上缘这个部位。你看，就是这两个骨头尖。这两个骨头，它指的是骨头尖，是我们后侧的两侧的髂后上棘。原来这也会有问题，那让他感受一下吧。非常明显，好的，让他感受一下。好的，好。这个就是热敷包，就这样挺还挺舒服的，热乎乎的。嗯，这要敷多长时间呢？我们这个热敷包呢，一次敷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哦，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在家里一天可以敷2到3次。嗯，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帮李宁来调整一下他的骨盆，然后再去观察调整之后有没有迅速的变化？好，没问题。真的吗？这个很难吧？我觉得你刚才轻轻一碰它，它就叫成这个样子。嗯，现场能够调整吗？反正是去推拿和理疗的时候，根本就是不能碰。不能碰都不能碰。对，就是说，人家都说根本就没有用力，就是只是搭在这块。我告诉我说，你告诉我哪儿疼，就放在这儿，就疼了。对，所以这能调整吗？可以调整。现场就能看到变化？肯定能。现场。一个您自己能够体会到身体的变化，再一个还可以再走一下看看步伐的变化。哇，那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做着一系列的手法呢，主要是纠正你的前倾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第一步先激活你臀部的肌肉啊，这过程可能会有点痛啊，你感觉一下，我手法比较柔和啊。好，你看我现在激活它的是臀中肌、臀小肌，也包括梨状肌这一块。好，小骨盆为什么要激活这几块肌肉呢？因为呢，骨骼就像积木一样，它只是很零散的排列在这里，它的这个正常的位置和结构要靠周围的肌肉来维持和固定。哦，啊，所以说正骨之前，咱们的用中药热敷是松筋，我这个手法也是松筋。哦，啊，进一步，好，好，我们现在其实特别紧张，对，因为今天在做这些自测的时候，感觉像做游戏一样，我没有想到说骨盆会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嗯，好，现在你可以侧身，面向我，侧身。嗯，你看他动一下，表情好痛苦哦。对，天，好，侧身面向我，对，枕住左侧的胳膊，好，然后上边这个腿屈，下边腿伸直，好，好，好。这个是专业的操作。对，你看我做这个腰底关节的斜扳手法，就是矫正骨盆前倾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放松啊，这个不会非常疼，你不要害怕啊。你越放松，哎，身体跟着啊，对，脸跟着身体，对。你看我就这样晃一晃，对吧？啊，好，慢慢平躺，好，好，来，然后我另外一侧。对对对，你就越放松就越好。我数，你跟我一起数，一、二、三，对，一、二，好，好，现在面朝上，好，现在双膝屈，双髋关节屈，这也是在做正骨吗？对，来，双手抱住膝盖，对，好，我们做几个恢复性的动作。放松，
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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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开吧。啊，这样就可以了吗？对，结束了，您可以下来自己感觉一下。这样就好了。对。做完之后是什么感觉？你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是觉得哈，就是刚才从床上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像刚才上床似的那么疼。那你感觉到里边有一些东西在改变吗？好像嘎啦嘎啦响了两声。哦，那两声是骨头在恢复位置是吗？腰底关节啊。嗯。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做完正骨之后呢，要带上一个束骨带。那我们先拿下这个床的道具哈，再拿上束骨带，让李明来感受一下。好，好，这个就是束骨带是吗？对，感觉像那个腰封似的。嗯，怎么样来做束骨呢？我们的腰封呢是高一些在腰上。对，这个呢主要是针对骨盆的。就是在腰跟臀部中间连接的这个地方。对对，在这儿。你看它带的位置都不同哈。对，嗯，对。一下就用上力了。用上力了。哦，这扣起来的。好。什么感觉？嗯，真的是好像是有力量了。嗯。啊。哎，你以前带过这东西吗？没有，以前就带一个护腰，因为老觉得是腰的问题，老带一个护腰。但是我看到很多的那个产妇啊，生完宝宝之后要带这个东西，那是收腹带，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它只是稍微有一给你收紧的一点，没有这个这么大的支撑力。是，现在啊，因为女性啊，其实比男性在骨盆方面问题要多得多，因为我们呢，女同志呢要经历怀孕、生产、产后骨盆修复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骨盆呢就会遗留很多的问题。嗯，所以您的建议呢？我的建议呢就是，咱们的女同志呢，在生完孩子之后，如果是顺产，基本上两三天之后就可以带上这个束骨带。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在七天左右，那个伤口基本上长住之后开始用，用半年。半年的时间呢？半年啊，每天基本要带8个小时。所以这也是避免骨盆不正的一个预防的方法。对对对，啊，对对，这个戴完之后，你再慢慢的感受一下啊，还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变化？那刚刚也提到呢，做完这个正骨之后呢，人家这个田主任已经放下大话了哈，说马上就可以看到变化，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现在就让李宁来体会一下。好。李宁，你看一下这个呢，是你刚刚走的脚印哈，那现在。治疗完之后你再走一遍，好，看看有什么变化。好，嗯，对，踩一下，踩均匀了哈。嗯，走来。好，走起来。李宁回过来哈。哦，你自己看看有什么变化吗？啊，这么明显，太夸张了。这个有什么变化大家看出来了吗？他后脚跟的那个好像没有那么多沫了，然后也没有那么用力了。对，嗯，感觉它的这个印子比较均匀，不像刚刚那样深浅不一的哈。这变化太大了，挺震惊的。主要是我觉得就戴上这个哈，然后首先是正完之后从床上爬下来没有那么疼，就是比上床的时候要轻松很多。第二就是觉得有劲儿了。这个真的有那么管用吗？你这个对，然后再勒上这个叫束骨带，就觉得好像整个人就。轻了感觉哈。嗯，你知道电视机前有多少人都特别羡慕你啊。哎呦，我好幸运。谢谢。那我们自己在家有没有锻炼的方式也能够降低骨盆不正的风险和问题呢？啊，有这样的锻炼。你比如说我们针对李宁这种骨盆前倾的这种错位方式，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来校正他这个骨盆前倾，并且能够在今天我给你做这个手法治疗的基础上，让你更进一步。那我们更换道具，马上开始锻炼。来，我们现在就开始锻炼了。好的。嗯，好。我们仰卧，首先仰卧。嗯。来。仰卧之后呢，你看我们平躺。嗯。平躺，然后屈膝，双手。食指交叉，然后抱在膝盖上面。对，你躺好。哎，你躺好。嗯，然后呢
用自己上身的力量，你看，就这，这样滚起来。哎，对，啊，下去，啊，像个球一样，对，下去，这叫抱膝滚床，像不倒翁。啊，我们平时又叫它不倒翁。不，你一点不疼吗？没疼啊。刚才你好兴奋是吗？你刚才那个后腰轻轻一碰就会疼，现在做这个运动你是想不到了还是感觉不到了？哎，对，你要不说我还忘了。你都忘了？确实没疼，不疼了，完全没有疼。哇，我给你分析一下哈，不倒翁，想一想，摇起来，主要是腰底这个位置用力，手也要用力。把膝关节向自己的胸前抱住，往胸前拉，这是矫正骨盆前倾的一个非常常用也非常效果好的方法。这个就没事自己就做一做是吗？在家平时就可以做。哦，太简单了。好，那李宁可以先回到座位上哈，回家之后要坚持锻炼。有其他问题的该做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王毅和杨斌的，王毅呢是左后旋，对对，杨斌呢实际上是右侧前旋，啊，对对对，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做一个动作，双侧都可以练到。我先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吧？好，请注意看我的右前的话，正好是右腿支撑，左后，左腿翘起，哦，就这样一个动作。一次坚持10秒钟。哎，如果你这个左后腿啊能更向上，抬高一点，效果会更好。这是我的问题是吗？这是你和杨斌都做这个动作，做同一个动作呀？对，因为这个动作过程中，右侧前旋有向后旋的这个趋势，也能矫正。那么左侧的后旋呢？你看，我们让他右腿用力的后伸。这样左侧的髂骨也有个向前旋转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左右同时就矫正了。太简单了，来，两位感受一下哈，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一样的动作，左右两侧都对，方向一定不要做反，右侧对，是的。来，王毅，左腿向上。你的左侧呢髂骨呢就向前旋转，正好，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对，正好。所以王毅你是什么感觉？哇，我左侧这一块好酸好酸好酸。哪个地方酸？这儿。左侧这儿。不是这一块，这个骨头很酸。就这个位置酸。对。杨斌，你这个做的话就上身不要那么靠前。对，你看你是右侧向前旋，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左髂骨会有一个向后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就起到这样一个矫正和锻炼的作用。对，这个肚子要叫上点劲儿，然后再抬腿试一下。哇，好酸啊！哪酸？右边的屁股。这边吗？这里吗？对，哇，好神奇！同样的动作，我是左边酸，对，我现在是右边巨酸。一次10秒钟足够，一次10秒钟，像每一天的话，能够做到。一组做10到20次，做3到4组。那我们如果经常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再来正骨来去调整了，是吗？也不需要什么束腰之类的。最好还是先经过像刚才李宁那样的正规的治疗之后，这是平时锻炼，自己在家做的，锻炼和巩固治疗效果的一个办法。这会儿回去有事儿干了。对，我觉得坚持锻炼肯定会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的，受益的是自己。好，谢谢，可以先回到座位了。这几天呢，我们是认识了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结构——脊柱，而别忘了脊柱的底座就是骨盆。只有您的地基坚固、稳定、端正，我们上面的大厦才能够更加的坚强。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您现在的骨盆是否处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